陈威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AK， 我是陈毅，我是建宏。这次很开心能够担任三周年台庆的代言人。那其实我觉得 MyFM 对 AK 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从我们出道到现在 ，MyFM 其实一直支持我们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能够让我们担任代言人，我觉得除了兴奋之外，其实压力也很大。对，当然压力除了压力，也有开心的地方。而且这次也很特别，可以录这首歌。这次很开心能够跟 AK 再次的合作。之前就是有录制了我写的一首歌叫《说你也爱我》，说你也爱我。然后现在再次录制 My FM 的台庆这首主题曲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顺的。今天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完成了。因为我们其实算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，但是能够听完之后就马上把整个 melody 都记得，对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只要保持一个很开心的状态，然后就录得很快。还要谢谢也要感谢那个 DJ Jason， 因为他帮我们对对对谱词，没错，对，非常棒。